大家好，我是敏儿，见到你们很开心，好久不见。少女时代成员润娥日前单枪匹马来台举办首场个人见面会，一开场女神就演唱了周杰伦的《简单爱》，标准的发音和咬字让台下的粉丝听了直呼佩服。中国拍戏，为了贴近观众特地学中文，现在的他可是几乎不用翻译就可以和大家用流利的中文对话呢。刚才唱的这一首简单爱，对，你们觉得好不好听啊？那么你们觉得周杰伦唱好听还是润娥唱好听啊？当然周杰伦好听啊，这是他的歌。演戏会不会很辛苦啊？对，当然都很难，很辛苦。那既然演戏这么辛苦，你觉得当演员的魅力在哪里？为什么还要一直做演戏呢？他竟然有办法回答。好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拍戏的时候很开心，而且很继续想拍，想知道的很多，所以对演技关心很多，所以我觉得我喜欢演技，会演技，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肯定有很多的魅力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我喜欢开心那就可以的感觉。有没有肯定他的演技啊？凭着多年来的努力，润娥早就成为备受肯定的演技 idol， 希望女神接下来除了带来更多喜剧作品，也别忘了和少女时代大合体一起回归乐坛哦。